18日下午16时24分，徐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，由梅斯路往梅斯路一段方向直行，与卓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，由右思路一段往新路方向直行，发生路口交叉撞。卓男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宣告不治，徐姓驾驶酒测值为零。事故发生详细原因尚在警方调查厘清中。